听到，15。一颗手雷把他炸死了。主要是他不是红营，所以说。一会儿再找个地方打海盗。这回别再看到我跟敌机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别开火。好的。短剑误击是最恶心的，他妈的伤害太高了。去3306，找到目标没？行。306找到没？有，正在寻找，都没看见。看我，啊、找到去306走了。Quantum travel initiated。到了。哎，谁先到了？为什么是我先到？好像不会刷海盗，哎，是 bug， 去另外一个地方，我看看，625，你的右边，你的左边，你的左边，625 ，OK， 好了，我直接飞过去了。别告诉我也不会刷啊！好，会刷。刷了，刷了，刷了。350给我，有个激光，有个350啊。我去打光。有个 Gladius， 有个 Gladius 在追你，小心。我看到了。激光交给我，你安心对付别的。你离激光太近了，没法开火，是吧？跑开一点，小心导弹。激光，短剑爆了，我在打3501。换目标，你换目标。我在打激光弹，差一点撞上他。我在打激光二。装第二个弹箱。干掉了，我去打激光。好了，没事了。这次很好，检查残弹数量，检查弹药剩余，看看需不需要再去补充一下。我打完了一个弹箱。我已经卡住那个自由视角了。我现在好像无法检查。我可以使用这个技能。不行啊，我的这一键已经被锁定了。你好像切一下桌面再切回来就好。还是锁定。听说改那个，把这一键改掉，因为我那键在 Win10 有占用，好像。Win10 就是个傻逼系统，我不想，我真是不想再说了。哎，是吧 ？OK。打开了。等一下，我去修改一下我的靠 keyboard， 我把它改到其他键上。我把 Z 键可以改到什么键呢？反正我正好趁着这机会去截个图。5，行不行？哎，行了，果然是键位冲突。
看一下我的弹药处。Systems green. 442.98。我操，还需要去补给吗？嗯，为什么我雷达锁定你在我前面，但是你其实在我后面？别动，别动，别动。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并行挺一个编队。我正检查你的，你从外观上看应该是完好的。OK， 还有个 CF227。你稍微，你别动，哦、你别动，你别动，让我来调。好了，就这样了，再不能再进了，再进就出事了。然后调那个导演视角就好了。你稍微往我这方向转一下机身，我是说那个横滚，翻滚一下，不是那个。你机翼跟我不平行，目前不过倒也是没啥问题。我轻轻的往这边拉一点点。机翼偏向稍微偏一点。为什么感觉你的加特林有点短呢？角度问题吗？好。这样的对齐了。好了，没啥事了，先去补充弹药。我看看，离最近的是0042。哎，我看见了你签约的时候消失的那个光点。042。喂。靠，这边飞到042，为什么是这个方向？一团黑，没有灯。Hey, traveler, thanks for stopping by CryAstro. The Empire's repair, refueled, and restocking one-stop solution. Taking a look at your ammo counters, looks like you could use some restocking. Landing request approved. AP activated. 好了，我来补给。他到底会不会给我补第二个弹箱啊？我再来试验一下。我还要再调一下，那个 F5 实在太难用了。Starting repairs now。我们组合箭代替不行。我们这一箭是不用再用。Stand by, restocking ammunition. You're good to go. Thanks for choosing CryAstro. 补给完了。嗯，我就在想我用什么键位代替。锐剑的确是个好选择，但是被占用了。我想我用这个键好了，这样也行。F5 加 A 的话，F5 加 A 也行，就这样吧。你不要补给吗？我觉得你去补给一下。我看一下，我还有116发呢。去补给一下，你那是第二个弹箱，肯定是第二个弹箱。你第一个已经用完了。我没怎么用啊，我倒是用能量炮。他那能量炮不怎么样的。OK， 我先找一下下一个点去哪儿，去730吧，一会儿。去4472，730已经被人拿掉了。嗯，你还要维修一下，你中间是黄。挺便宜的，只需要100多。为什么短剑这么便宜？服役了300年的船，零件满世界都是。真可以这样。
5.54，看起来，哦，短剑的信号还是比较强的。好了，去那个4.2，4.472，走了。哎，为什么你啊？错，你是倒着飞。去4.72。OK。你到了吗？到了。有一个，我靠，有一个啊，我有一个 C 版，我去打 C 版，你去，等一会儿会出来别的。我在打军刀。我在打短剑。刀爆了，我来，我也在打那个短剑，你去对付其他的，短剑交给我。我挤到一块了。你可以飞出去一下，把他们拉走。我把他们。好了，短剑干掉了，我在打那个短弯刀15。我先把他打残，然后我就来帮你。这个太快了吗？我第一个弹仓又用，我第一个弹仓又用完了。第二个弹箱装起来了。假弹就是这问题，不容易把它打断。今天在打它中间的，它没什么，什么都没。穿甲弹本来就不会让它疯。哦，好了，这个残了。打了半天，我操。那个残了，但是它的残骸撞了我一下，我来帮你。小心点。啊！弯刀分的硬的出奇，我昨天用 S 四百的那个来了一发。好了，残了，残了。我的弹仓，两个弹仓都用了。我在等我的第二个弹仓装起来，是那个加农炮的，装起来了。为什么我的那个实弹，我加特林持续命中它还是不爆？爆了。另外一个不管它了，另外一个不管它了，那个已经残了。哦，已经十公里外了。我刚才。撞到他掉的那个，他掉到零件上面了，机尾红了。哦，看到。哎，怎么又刷新了一个？靠！哦，是玩家。又要出海盗了，估计。出新海盗了，有一个 Gladius。哦。你把那个激光。我加特林弹药用完了。
放了。那个弯刀交给你了，我不是那个军那个短剑交给你了，我弹药不多。导弹打炸了。嗯，这个人的 ID 有点熟，你去做那个任务吧，你去里边摸那个卫星，他如果显示是 off 的话，别摸他。我来看着这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尴尬，我已经出来了，没事啊。没事，我知道，我刚才。他撞你的船。出来了，咱们俩一块干掉这家。不用管他了，别干他了，咱们现在在那个 Comlink 里边，直接去修船就行。下回再见到他就干掉他就行了。我去零四二。短剑下面拉了一个小东西，那是什么？量子飞行用的引擎。我去零四二等。Thanks for stopping by CryAstro. Hold while our systems connect to your ship. Our systems indicate your ship suffered some minor damage. Would you like us to repair it? Landing request approved. 我在零四二，你在哪？啊？我在零四二波及。哦。来找你，我刚才上红名了，我还锁定着他呢。我们要不要去找他干他？一会儿去找他，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他不是黑人吧？Stand by. Restocking ammunition. Beginning fueling. 我是不用补给，他应该在 Korea 他去消星了。哦，我用补给，没出来。我去 Korea 看看啊，你先，要不然一块去，先去 Korea。行。我先去 Korea。我可能飞错了。哦，没飞错，我到 Korea 了。他在不在？不知道，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往这边飞的，我只是觉得他有可能。看起来可能不是。没有在。去，我看看最后一个点在哪儿。730或者275，走吧。先去730。哎，730在哪儿呢？顺便我再看看275到底有问题没。我飞到275了。我正在路上。快飞275。真的不刷海盗。哎，刷海盗，275刷海盗。有个格拉迪亚斯。我两个格拉迪亚斯，一人一个，我去打气。你去打八，我再打七。他在打吗？
还有一个格拉迪亚斯九，中了一发导弹。弯刀，慢慢的折磨这个弯刀了。我是不是丢包了？我看这个弯刀是有瞬移情况。看这个弯刀瞬移吗？不瞬移。突然的加速，那他本来就是这样。感觉跟青蛙也挺好的。我怎么突然？我一会儿还真的得进去呢。我突然有那个通缉，他这个很莫名其妙，经常突然有通缉。中间，掉了两个了。你突然变红了，我知道，我一会儿得去消星。红了，红了，就爆了，就爆了。师姐弯刀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希望他下一次能刷星座。我去把那个任务做了，然后去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任务，直接去 Korea， 直接去 Korea。 我现在得直接去 Korea， 因为我现在这状态没法做这个任务。哎， Korea 去哪儿了？我也在找 Korea。 哦，想起来了， Korea 应该在十字军方向，然后再往另外一边这个卫星的另外一边，找到了。这是 Korea 吗？好吧，这个应该是。我是飞过去。哦，对，看到。对吧？莫名其妙就有信了。我飞错了，我果然飞错了。每次必飞错。Korea没人。所以 Korea 啊，在这儿，我来了，我刚才又飞错了。我来了，你在哪儿呢？哦，行了，你在外边掩护吧，我进去。不过我觉得里边可能没人，那我去把里边的酒拿一下。嗯。Landing gear deployed. Landing request approved. AP activated. 我的两个尾翼都红了，刚才可能是Landing complete. 我操，三个短剑的话不红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刚才那个地方刷了三个短剑，就刷了三个短剑一个弯刀。最恶心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堆短剑，我进去了。嗯，你可以去看着我的船，万一有人潜伏在这儿的话，应该会去偷。哎 ，public enemy 出现了，这是在哪儿啊？不会又是耶拉吧？我现在是整个人，整个是倒着，正好可以通过上面的良好的视野看到你。之前有人来过这儿，有的酒瓶被拿走了。你的两个引擎红了。那不是引擎，那是尾翼。
顺便不要，顺便那俩尾翼，基本上第一个红的都是那俩尾翼断件上，所以我现在怀疑那根本就不是你受损了，是有 bug， 因为总不至于那么凑巧每次都是红的两个吧。嗯，有什么啊？哎，我怎么听到有船启动的声音？是你吗？是啊，但不是你的船，你的船是一直没人。我消完了，这箱子不开，他娘的！哦，原来是这个箱子。好了，也没什么可干的了，我出来了。哎，我看到我准备去找一下出一个 S3 的导弹夹，他现在这个 S3 导弹夹是两连装的，所以说只能装 S2 的。我觉得 S3 导弹可能更有用一点。S2 的格斗弹打不中人。你刚才在那干嘛的？里边进人了，知道吗？进人了。嗯。我在看你的飞船。确进人了，不好意思，看来是你被打死了吗？没有，我在他面前卡了一下，所以我赶紧跑了。把他船炸了。OK。炸掉。我看着你的船不对。听到，是我，一颗手雷把他炸死了。对，主要是他不是红名，所以说我就没有 contact 提示。我看到他跑过去了，然后前几枪没打到，我就朝他跑过去的地方扔了颗手雷，我知道他会回来找我，然后蹦。556刷新了。好，刚才我的盔甲全帮我挡住了，他没算我受伤，我不用那个医疗。再去拿一个血。我按错键了，我这次是真的一片鸡鸡掉了。啥？只有变成一半的，我估计我的武器全坏了，去修一下。我出来了。你跳哪儿了？我一会儿跟着。我也得去151。我的船那个尾翼还有弹药得补充一下。是不是掉线了？哦，我掉线了。看来是服务器炸了。是这服务器。